超越原唱，对，超越原唱，其实去曼谷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在2020年那一年就已经很想了。当时想说，一进入2020年，这个唱片发行了，有这么一首歌，我们说没去过曼谷，我们就2020年找个机会一块去一下，也没多远嘛，泰国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到现在都不能飞。都没有去过。2022年已经到了2022年了，应该是。好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祝福大家。然后希望今年我们就可以飞了。没错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真的见面了，谢谢大家。再次一巧了，新年快乐四个字，来，一二三，新年快乐！自带声效，自带声效。